们赢定了！现在我们飞去找小熊吧。啊！我的妈呀！啊！啊！再近一点！啊！快停下来！我在跟你说话。这样不是好多了？等一下，你要乖乖的飞哦。哦，我会飞耶！你们看。找小熊去吧。
哦。好像在马戏团啊、哦！你可以教教我吗？考虑一下嘛。对了，请熊熊教我溜冰。熊熊，冰好滑哦，我不会溜。怎么又在睡觉？你像土拨鼠，爱睡觉，快起床！啊哈！找找看，溜冰鞋放在哪里？哇哦！我们可以开始溜冰了吗？孩子笑声最展现，最美的歌声响起，大家边跑边跳，彼此都在欢笑。有人想待在家，笑声白雪般闪亮。当自然的冰雪没开始化，就准备擦。哦，哼。
屁怎么办？呼呼，糟了，呼呼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吗？事情是这样的。阳光普照，天气正好。嘿呀！哦？Oh.
不敢了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不然要带给你嘛。我自己的错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说 hello， 我也要。你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可爱的小熊猫，亲爱的小熊猫，哎。反正给我就对了。你看那里有什么？
久都没有来下个棋喽。Thank you.
喽。Wait!
微笑看一看，让我们用微笑原谅一切吧。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，再多的委屈都会被遗忘，微微笑看一看，让我们去微笑原谅一切吧。